露出内内吗？好啊，想我露怎么什样么？吧？刚是说好吗？很好，好像不太妙。收不到哎！我的职业我买，他就没有退钱啊。我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只有？那我是买职业道具哦，职业道具。职业书哦，书没有，书没有，书是这个，书就要花钱。书是在国文课本里面。快出来买书也要花钱啊！书是在花钱。是，那书车书学的，在赚钱吗？他们勤俭持家，他们勤俭持家。你不要玩那个，很吵，酱油。哦，我以为食物放在那里。这样，我们冲过去对面啦。好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拿个肉，不要想。他自己走了啊。你妈吃河豚了？我没走了，我要吃肉，好饿啊。不要了，在家里。只有我一个在前面。我刚刚只有一个人，孤单。来了！下面有一个，我就把它砍了。哇，怎么又三只刺？我也射不到。喂，来，我又来了。喂，喂，哪一个？哪个？各种位置。哦，乔，你好猛哦！哎，你后面谁？哦，没有乔。没有合作到。你在干嘛？是我认错队。我说拿煤炭。哦。你那个煤炭到底要干嘛？我超多，我超棒。我只是觉得很暗而已。你干嘛要煤炭？好，我想说怎么会亮？我有两组多煤炭。啊，自己对面有西瓜，来打西瓜。啊？打西瓜。哎，我已经释怀了。释怀了。哎，米豆子干嘛？喂，好痛，好高。四点伤害。你不要把退掉，我会做，我帮你忙。好，上个拉夫哎。啊啊啊！米豆子，米豆子，还是他有偷偷更新？西瓜来了，西瓜来了！我这两个，我一直射到，我要！哎，你借我碳，我放放看。哎呦，你借我碳，搞不好他有偷偷更新。米豆子，米豆子，米豆子，是啊！士气高昂，啊啊！你们都站在位置，我还在后面。我是游侠，拍谁？我刚下下放个输的。你召唤召唤到前线嘛？哎，话说，哎，不能，我再帮你放。铁力还有什么可以召唤？精力，铁力比较好。你召精力，这样你就站在这一块绿地上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美丽国没有就跟我讲，而且你可以拿那个啊，石斧去剁人啊。青金石上面哦，一个裸体的。哎呦。我们家没人，我们家现在都没人哦。有他那个，他那个石头，但是谁在我旁边在挖一条？我在家，我在家。是我，哦，大金大金，我已经挖一条了，这样才对嘛。我这已经挖一条了，他进去了。喂，只是水问题麻烦。他下去，他下去了。是光妹，啊，我踩到陷阱了，哎呦。后面有一个人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下面是什么？食人鱼。我死了。下面食人鱼。上面食人鱼。背后突袭。那个是少一个被打掉了。下面食人鱼啊。想他后面有人咯。对，他们没发光，我们分不清敌我。嗯。太多了。太多了。啊，这里的守护者无聊，看不到外面。你只好把我们家掏空了。哦，这个位置刚刚好。直接掏空，掏空很危险啊！他直接跳下。那我帮你挖沙子，我们来烧玻璃。烧玻璃，烧玻璃，等下烧玻璃。可是我真的很无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只是这边好像没沙子，只有砾石。有啊，有沙子。有吗？有吧，边有点点。中间吧，中间。我要去挖沙了。瞧，我们一起去打架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帮助他们打架。我刚刚就巨哥是被打回来了。那个人要深海漫游吗？好，放家里面箱子里。耶！你后面有人呢？哎，我要做打火机，我要去烧他们。好哇，你不要烧你的鬼。烧到我可以啊，烧自己的鬼，然后去火拳僵尸。火拳呢？很好。啊！你不要烧那个铁力招出来了，烧了就没了。一烧就没了。是烧，叫铁矿，铁矿，铁矿，铁矿。有有，我在。铁矿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有哦，贵族哦，美女在。995是怎样？我有，我没有人，后面有人呀。哪里？死了秒数没倒数。啊，
哎呦呦，他被推下去了。崩溃。哦，你是说上面那个一直没下来吗？他被卡在楼上吗？十秒，然后一直卡在楼上，就是。哦，好。有了，我可以去烧他们了，我让他们烧起来。OK 啊，我救救他，我先救救他吧，啊，救救。我发现新的扫地机器人了，哎、欸，真的，还谁？小雨换你了，你欧面有吗？换你变扫地机器人了，有吗？我看我正常。啊！大家都以为自己跳跳，都以为自己是正常的。对，结果大家都不正常，没有正常宝宝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那个青金石？嗯，有啊，我这里很多。哇！啊、你怎么不分我多一点？啊？你怎么没分我多一点？你后面有人？没有铁，借我换个金的。有这个。哎，晚上喽，看各位发光，他们、欸、他们很多刺客。哦。哎，有点点就好了。在哪里？贵族站在这里。哦，怎么这么多？哎、欸，他追你，然后打我是怎样？他喜欢你。他喜欢你。他没有拿竹子，我不要。他没有咬。他暗恋你很久。哎、欸，家里家里家里，家里有人，刚刚一个隐形，家里有一个家里，他挖到了，他挖到了，小心！我不在家，我不拍他，拍他，拍他，给他吃了，给食人鱼吃，给食人鱼吃，给食人鱼吃，哇，差点就被他直接弄掉了，给食人鱼吃，这是这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也吃人鱼肚子饿了，我也吃人鱼哦，我也吃人鱼肚子饿是什么？他们我在看着你们是，你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哦，你怎么在那边？你哪也在那？我在下面一直被打。小雨，你头上哦。反正一群坏人。嗯。都想要先打贵族。那我在这。他去打小雨了，去找小雨了，去找小雨了。屁打。有一个游到我们家喽。西瓜。我看到了。西瓜。小雨。西瓜妹妹。哎、欸，哈迪，你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啊。嘿嘿嘿。哇！家里金矿那边有一个，他在城堡上，又在喷，又在挖树。往铁矿那边走喽。铁矿那里有一只哦。好、啊，他往家里下面游，他在下面游。揍他，揍他！他穿。我居然没射到，我射到了。你居然没射到？有没有煤炭？煤炭，煤炭。没有。小雨很多。小雨很多。对不对？我在这，我在你后面。哦。小雨，哇、哦，他一个大后退，我放我挖的，够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很多嘞。哦，你是跑去挖沙子了、哦？ Jerry, 我去挖沙子了，我回来了。挖沙子，有。难怪你要探，真游来游去。干嘛？嗯，是在射他。输入法好可怕。我超不准的耶，我很怕，又浪费。我刚才射了在五箭之中。一件，哈哈，这么惨！哎、欸，我有超多红石，超爆多，超爆多，爆多红石，超爆多，下面什么？那也可以换工。贵族都站在后面，哎呦，他过来了，团团后面，啊，那个女的，啊，下去，他刚刚差点贴上脸，贴上脸。有人有食物吗？箱子还有吧？在哪里？上面吗？你进去门口往上看，有一个巧巧有人来了，巧巧巧巧有人来了，巧巧进去旁边有人，好，你们从下面挖红石，红石的箱子，哦，青金石矿洞，小心哦，有人进去了，那他拍到拍到，他又不去了，突然不想看，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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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一发的反应，跟你走了。河豚，河豚，河豚。哈哈哈。后面有一个，嘿，三阶，第一个。西瓜，西瓜妹子嘛，西瓜妹子嘛。哎，中间什么？那个中立生物。铁矿，铁矿，铁矿，铁矿。啊！我掉下来了。铁矿，铁矿，铁矿。加油！我帮你们啊一下。哇！一次就大奖。哦，在赌博。嗯。你干嘛？哎呀，你是不是？不，不要怕，他是贵族，他血很少。有，干掉他，刚说话就死了。舒服，舒服。哎，谁要射我？舒服啊，能舒服。感谢，舒服啊。异世界枯宫，怎么躲在我们家底下？哦，有小偷，小偷，小偷，黄金矿有小偷，黄金矿，他往钻石的那边那条路走了。
有，对啊，他们那边下面有那个地道，他们都走的地道啊。四十几个黄金吧，哇，四十几个黄金，我在打他，放身上啊，我在打他啊，他跑走了。我还捡到贵族帽，不要！等下看一下放身上了，虽然会容易掉。嗯，我们跑做一大堆肉斗，接到家里去。有人哦，嗨，小雨，我看到了。婆婆，你要武器吗？我要什么武器？你要什么武器？没有，给你武器。哇！那你拿武器不能死掉喽。好，然后我下一秒直接死掉，直接死去，啊，直接死去。九哥，我来了。然后小雨就会讨厌我一辈子。头上金矿，对，一辈子。哦那个、不会啊，他会把你打回，他会把你打回用灵瓶。哎、欸，走啦，波波走啦，走啊！他们没发光的跟我讲一下哦。哎、啊，烧起来！这好像走啦，大火！走啊！走啊！我打火机我超强，啊家里打火机是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家里蹲啊，蹲进去啊。好好好，哎、欸。蹲进来，可以，哦哦哦，可以这样子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不会加一个上面有米豆子在上面，黄色。嗯，你可以给我三个往家里去了，他往后走。等一下，好，黄金矿洞有人要偷你喽，还在找，还在找，给你。好哦，好，又是你，家里家里，米豆子，米豆子，米豆子啊，米豆米豆子，我错了。没事，我在你附近，我在你附近。米豆子，我错了。等等，他们这里很多人，他们那不是僵尸，是人哦，是人哦，四五个人过来喽。哦，钻剑，家里围他，围他。青金石上面一个下去了哦。好，喂喂，要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。等一下，左边。有人来了，音乐左边。中间有异世界的怪物，后面有，后面也有。啊！怪物，正门进来一个。正门水里，水里有下来。哦，他们会打吗？会鱼，会鱼。水里，水里，我掉了，谢谢。还蛮有。中间水下那一个左下角。我掉剑剑。哇！波波，你剑管掉了。我被后山后山有人，后山有人，后山有人。商人上面有，他对面那个啊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拿走了，没事。那个深海漫游要的再回来拿。哦，太可怕了吧！放生，真是你僵尸。我就杀一个人，自盲没办法逃。嗯嗯，有没有人捡到我的剑剑？小雨给我的。应该那波一条条了。小雨趴着附魔，惬意。我没有，你很正常。小雨沿路都爬。他已经滑了，滑好快啊！我看是正常的啦。小雨超快的从我面前滑过去，我是企鹅哦。企鹅，哎呦！我告你抄袭。好。小雨，你什么时候变企鹅了？看小雨正常。对啊，你看，看小雨有，看小雨正常，有一些会不正常。有些看，小雨不正常。我看的不正常。有一些人不正常。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要玩这个很强哦。什么？哦，我就等攻。没有，你去看附魔。为什么？是什么？我打到的。打到的。骷髅之空，火焰一百。哇，一百多开扯哦。火焰一百，烧一百秒哦。而且那个几率很低耶。而且是，它是满耐的耶。哦，你很凶哎，修起来的，修起来的。嗯，我也要去挖力四哦。他计较我黄金吗？哎，我想要。团团，你缺什么？酱油，你在看什么？来射他。缺钱，我在看地。哎，没发光了，没发光了，没发光了。好，我去。可是你不能拿，你不能拿。哦。对，你不能拿，你不行。哎，草莓来了。他经过。还是有绿宝石可以看到脚底下长的什么样子？绿宝石要长的。绿宝石，我走，走，走，我去用。有人穿裙子，可以借我一点点经验品吗？草莓，草莓，草莓来了！我先换一下。你挖玻璃，你挖玻璃，你挖玻璃，你挖玻璃。玻璃啊！中间有一件。挖玻璃没了，我要去挖玻璃。哎，我去挖二楼，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我只能多三颗而已。二楼是不是？好来了。好吧，没关系，那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干嘛？书柜被打掉了。书柜。发光，二楼，二楼，我砍死他！
不砍死你！搞死你！有多很多书啊，没事。搞死你！我们那边有人来中间打的。有，是啊是啊是啊。中间好可怕，全都一超可怕的。而且他上传，僵尸还能混入其中，上传就可以了。他有火焰哦。我有先挖，可以了。哎，我有墨囊哎。我刚打超久都没死耶，不知道是。你好厉害哦。血很多，你好厉害啊！我要去挖玻璃，啊、玻璃这也太硬了吧！你去挖，你去挖，我来守，你去挖。哎、欸，你把他打过，我先过去。好，哎呀，没刹车，这也太硬了吧！硬啪啪，硬打我做个。你们觉得是要黄金吗？他还有这个哎、欸，他为什么那么硬啊？可是我只有两个，他还有反甲，他有反甲，超硬的。巧克力僵尸血了，哎呀，巧克力脚下，巧克力脚下，黄金，脚下有敌人，他刚挖开那个洞，他没有黄金，大家都挖黄金，有啦，猜一下就有。生物，我这么吸金，对不对 ？OK，OK， 你说的都对，哎，没错，我是打错人吗？我不好意思，刚被你定位捡走了啦，可以看一下可以那边。有人问十一个，给你。不是啊，退下去。只要当死，当做个黄金斧。只要当老鹰兵。我是来挖沙子的。什么老鹰兵？只要当老鹰兵。做坏事。哎，有很多人来我们家喽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是啊。那个草莓，我孤单一个人。他又要往家里，他又要往家里正中央。现在没有搞。草莓，米豆子。谢啦。草莓完嘞。啊，真是。拿个金镐就想挖。对啊，拿个金镐。米豆子，我有超强隐形药水，谁要？超强金镐药。超强。我写超强隐形药水。喂，你去抽奖啊？喂。欸、我也下不去了，我自己下去了、哦。我其实要经验值。好，那给你挖。感谢。燃烧一百。给我 Ender Pearl。哎、欸，燃烧一百也没有烧很久哎。嗯？好像是最大上限。最大上限。可能还是要火焰一百。哎，灵魂交换是怎样？哇，谁身上有那个好装备的？小兔子，随机一位哦，随机一位，注意哦，随机一位这么刺激！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小心啊！来喽，来喽！打他，打他！随机一位就是你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对方也是西瓜，换过来。哎，两个西瓜互换了，西瓜一模一样的，干嘛？哎、欸，有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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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家里后面有敌，那里上面有一个，有那个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把打死，把打死！波波，上面有装，上面有装。谢谢，这是我的，谢谢。波波，波波，上他！哎、欸，要不要看这一箱？这一箱都是我打包打来的。波波，我能上他！哦，好猛哦！各种收集，这是贵族。等一下。啊！那里有装，那里有装，还没看到，还没看到，我洗澡了，我掉，我掉，我掉。你有吸到吗？你有吸到吗？有。哎哎哎！哇，你是被打下去了？我被打下去了。是啊，我被打下去。那你有好装吗？酱油，你看太久了。哦。被抓到。好贱。我挖了，我挖。好贱，好贱。所以你的好贱没了。水里有人哦。我的好贱掉下去。草莓来了，又拿金镐来了。啊，没吸到什么。你又来挖。我不要跟你，不追你。哎，我们家里人来好多哦！天哪，好可怕！超级进攻哎，他们。我的好好。山顶上一个，底下一个。那种觉得会飘，对不对？好飘哦。对啊，我看你射过去有点。哇，小哥，小哥，你来跟我换吧，保护四，坚持二。有人绕后山哦。现在山上很多他们轮哦。嗯，对。怪物好多，左边三怪物好多，是啊，兵眼兵，然后他们有兵眼兵啊，山上的孩子，山上叫你没有穿，他真的没穿裤子啦，哦，这是岩柱啊，岩柱你没穿裤子，听到烟火，他狂有个人狂放烟火，不知道干嘛，哦，很开心，看不到了，怎么有人卡住？这张图是人比较多就会卡 bug 吗？真的，有人说他们复活不了了。对啊，头上呀，然后越来越多，我刚刚有遇到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下不来的感觉？为什么？
我刚刚也有看到。我再死一次就可以了，再死一次就可以了。再死一次。我还有肉，我还有肉。再死一次就可以下来。死亡惩罚吗？你们可以先在上面 PK 一下。在上面 P 完人就会下来了。中间的那个异世界，异世界在。他们啊，他们快消失了，他们快消失了。快了，快了。那好像不会。他们不会消失啊，还要占领中间，白痴啊！已经过了很久了，放很多只，放很多只，现在放。哎呦，草莓！哎，卢米，中间草莓。我来了。我先帮你们按一下。我这样有吗？我有站到吗？没有站到。他们站到，他们站到。哇，他们中毒箭，还用中毒箭。这个不小心吸到经验，每个人正面效果。射出去感觉太快了。偷打玻璃耶！现在怪太多了，怪太多了。那个异世界的那个。哦。异世界加召唤的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异世界都卡在我们这边啊？很糟，他的右边也有啊，两边的。哎，那箭矢都慢慢的出去。有啊，绿色有，太多怪的。我把僵尸都先弄掉。好，麻烦了。正面效果，他们正面效果，啊撤。他们有随机正面哦，可能很强哦，很有力量哦。杀熟喽！看到卢米。好烧，熄火一下，烧好久，直接掉下去，好了，弄掉了，嗯，应该比较深。哎，哎呦，箭矢正常了。哦，莫怪。哦，就是怪物太多了。怪物太多。哎，哎呦，哎，他们的发光没了。没了吗？没了。没人。可是我还要挖一阵子，等我下。我来了，我来帮你了。没事啊。你要丢的。我就是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青金石，不是为了你。哇！中间烧起来了。中间很烧啊。很烧。这是哇！好，烤僵尸。西瓜人，确实。哎呦！哎，那个是他会烧掉，还是有人把它挖掉啊？哎哎，艾萌，挖掉的吧？志气高昂，有人想偷挖，刚被打一个爆炸，有把他打掉。哎，有隐形，有隐形。等一下，我突然看到门关起来了啊！这里有隐形，有隐形。后面，致盲哦，两个，现行了。你还挖玻璃，死啊！先要再去挖沙子，隐约会生气，隐约气死。我去帮你挖沙子，我有水下呼吸。去挖沙子，我去帮你。我是讲哦，两个贵族哦，我们没办法互相帮忙，没办法，好吧，尴尬了。黄金符，那这个怎么出不去？波顿。有哇，收到僵尸啊！算了，这家里还有没有食物？我去补补。没了吗？没了。头上没有啊？头上没了吗？你们按一下。我有箭矢。那个门口头上，门口头上这里吗？哦，有了，看到了，感谢。那石头挡我。发现一个惊人事实。哎，脚下，有人想挖食人鱼。有人要挖食人鱼。有人被鱼咬了。哎，哈基。好险。你的职业道具铁会环吗？职业道具，然后死了鱼，上岸哦！外面有一个哦，小心哦！所以你可以无限刷，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。刷什么？刷什么？天哪！天！刷什么？我没听到。哦，你这个坏坏经验值，我刚刚突然想到，你说杀死自己的蜈蚣吗？僵尸吗？换职业道具，他会打铁，所以你就可以一直交易哦，对，交易的经验，对，那个沙轮的经验值这样，你好跳哦，坏哦，讲一下，可以保护自己，哎。杰克，你小心！杰克，你小心！金矿洞，没东西啦！耶！好卡！我想说，团团，为什么你站在那边？你是冲啥？这个是慢慢有给你。挖掘哦，挖掘机怎么变这样？哇，团团好猛哦！这是挖掘机吗？右边。有，哎，那个上面，包包你旁边。谁啦？不是你旁边？是这个吗？
干嘛？啊、一堆木稿。哎、欸，这个水底下超多正太，有没有人来打一下？正太有吗？有想要？一秒。好多、哦哎，太多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不是我在打正太，你不要过来了。杰克。Boss 干嘛？在忙？想要金矿。他在很努力挖了，他在很努力了。不要逼他。你不会自己挖的酱油、哦？我挖，我可能挖个十年吧。有人，至少你还，至少你挖得到啊。十年之后再会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我挖不到啊。他不是不能拿铁制用品吗？可以啦。搞可以，搞可以，搞可以，搞可以。武器才不行，武器才不行。为什么我的剑士又飘飘？家里正面那个草莓不是西瓜进来了。娘娘，你有捡到我的东西吗？又来挖玻璃了，快点！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掉了些什么。我的玻璃，给我！哎、欸，我有哭，还有铁，还有铁，不行，我的地宝石。因为我没有这东西。耶！哦，你们在干嘛？杰克力宝石，我帮点石。对啊，我刚死掉掉了。哦，你看我剑石都会飘飘的感觉有没有？有啊，飘飘的吗？你剑石会转弯？你那剑石会转弯？为啥？哎呦，我死掉了！这边有那个，你射射看嘞，给你射射看。好，你看哦。对，有卡卡的。干嘛？僵尸你在干嘛？僵尸都不见了，都不见了，都不见。我看你射。下面有人。我射了，我要射了。你射。哇，是被抢走吗？还是抢走了啦？也是，中间有很多钻石被抢啦。可能比较微卡。中间下面呢？中间下面。小雨，你身体都没了。對，你身体都没了，大八七都没有，谢谢。挖起来，挖起来。杰瑞，你不要动，继续在那边，不要动。死他太夸张了。我帮你放啊。我吸不到。有。这边太多人了吧？铁矿没有人挖吗？我来去挖好了。我在挖铁矿，我在挖铁矿。好，我过去金矿。我会挖，我会挖。我来金矿，我来金矿。我也挖好慢。一堆人，矿工比较快哦，好惊险惊险，可以可以，欢迎欢迎欢迎 ，OK OK OK， 哦你没有那个，有人来哦，那个头上，红心，哦那个来了，黄金矿洞小心，有人要偷了，啊我做到三个工作台了，剑士五把，哎那个草莓过去啊，啊不是西瓜，啊哎哦看错了，他上去了，他要去打玻璃了。哎呦！哎，后面，后面，家里，家里，家里，我的玻璃，玻璃，有球玻璃，你不要再搞玻璃了，什么鬼在讲什么？不要再搞愉悦的玻璃了，攻上，破了两个。哎，我说这世界有两种东西不可以碰，一是我的玻璃，二是我的核心，一种是我的核心。花痴猪队友来乱啦！请求允悦的心理阴影面积。哦，说他应该快死了，变大了。我这弓也变得都好薄弱了。我要来看哪一个会不会岩柱强力五射他，岩柱不怕火。岩柱不怕火啦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想测试一个东西而已。他好爱巧克力哦。哦，我觉得那是我的小八七。我把你小八七杀了。他是小八七。对，这只不会打，奇怪，这好正常哦。两小鬼啊！因为你要玻璃，我帮你烧了，我帮你烧。你有沙子吗？我帮你烧一下。你去挖一下，还是你有沙子？沙子刚刚用完了。对。那我去挖，我去挖。没有比较快，嘿，哎，怎么有有有掉落？续比较久，哎，我们那个不见了，哇，玻璃的又来啦！快点阻止他，他要拍啊！沙子，你们搞错，哦，看到了，帮我挖掉这一格，我不然多对这格高的这个，你喷太多了，沙轮被打掉是不是？叠错了，我叠错了，谢谢。杨，沙轮在那个正中间。你要稿子拿去，你在哪？我在你后面。拿去啦！哎，霸气猪队友变成沉思了。老岳太霸气了吧？过来啊！拿去！过来！都给你啦！都给你啦！你看我就是这么美。来烧！我
小僵尸变成尸。哎哎，我的僵尸生小孩了，死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前面有生小孩，所以那个是你的孙子吗？给你们河豚。这样有你的孙子。哎，这样好，快点。我的铁树跟金坑生了一个巴西小队友，然后被你们杀了。然后打敌人，打敌人哦！来喽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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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搬砖搬砖！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。有了，这个自己挖两个洞啊！挖两个高就好了，挖两个高就好了。啊，来不及了，这金僵尸好玩。怎么来不及？我们赢哎！别弄了，应该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没事儿。五百零二，八七。贵族都在这。痛痛痛！有人在故作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哇，玻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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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玻璃碰了。玻璃，谁敢碰我的玻璃？不要再搞雨了。啊，对，那个玻璃在二楼。哎，有个有个，等一下我发现了。他挖啦！没事没事，那是窗户而已，烧死吧！窗户，多怕的不管。破灭窗户，弥补弥补弥补。请问可以分我一点精力吗？谢谢大大。哦，救命！救命！青金时尚，美女被打，美女被打。谢了。超级花。他跑掉了，他往家里那边跑。说玻璃在哪里？这还需要黄金吗？二楼的那个熔炉里。二楼熔炉，好。好。OK， 这地图这个箭矢感觉都受控了。羊羊后面有僵尸，还是有被削弱？叫谁啊？叫我。削弱是巧克力。巧克力。我是嗨巧克力。看错了。嗨巧克力。嗨巧克力。河豚死了。嗨巧克力。Q 河豚。QQ 河豚。草莓游过去了。啊！我要吃玻璃！玻璃谁？哪里？我这个装备很多的哦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小雨，你头上哦！小雨，你头上哦！草莓来了。哇，他有尖刺。对啊，小雨来了。后面，后面。小雨来。我有装备。你是说蜜蜂吗？你说蜜蜂吗？他回血。有中他，飘飘剑中了。他拿电池吧。电池，他拿电池。这边全部把僵尸给你。你我捡漂流物。你为什么不咬竹子？把吐掉！你的竹子，那是义勇做的。捡到的啦。那是义勇在路边捡到的。哦，西瓜妹，西瓜妹，干嘛？哎，音乐，音乐，你看这箱。哎。西瓜妹还是无敌，都是打来的，摔死了，去死！西瓜妹，很多装备哦，装备全靠你。哎，有人来，有人来，救命，救命！哪里？那我是前线，露米。有派出，派出我家小僵尸。等下异世界真的太多了吧？没打完，在那边。有人要进攻。主要是这张地图有鱼啦。我们在进攻。原来我们都在前面。不是有人要挖河的吗？挖河。进攻之鸟。我怎么看错了？海上很多绿宝石飘着，你们捡一下。真的假的？我去捡，我去捡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地牛，地牛，杀牛，杀牛，杀牛。杀一下，来一个。哎呀，我刚刚看到，我忘记。对面的海变成一个大沙滩诶。八颗绿宝石。你说绿宝石在哪里？嗨。飘着，很多飘着飘。我最爱的东西。一群人在打牛，好多人讲话。那钻石飘着吸不到。我们右侧哦，右侧有一个人。我看到，看到。怎么有人在铺桥啊？他是在走地图边缘啊？对。有人有弓箭了，有一个隐形的。哎，有隐形啊！我卡住了，花七。来，我送你你最爱的东西。家里有一个花绝结界的东西来了。没有，一直都有啊。他摔死了，我跟露米被吓到。为什么？摔死了。你还想不开？不是突然一个尸体掉下来，吓死我了。好可怕。那个西瓜妹，西瓜妹，西瓜妹。西瓜妹，西瓜妹。尸体呀！西瓜妹，一直跳下去。那弓，飘飘弓。啊！他跳进水里了。哎，杰克，你会挖很久吗？哎，家里玻璃，家里玻璃。注意家里的玻璃要被挖了，你要去救他呀！没办法，因为我直接放那个，我直接放那个给你就好了。他在挖，他在挖，青金石砖。
可以吗？嗯，好大声。我放轻轻的传给你就好了。他打破了一个玻璃。哇！强绝！感谢鱼还有很多玻璃，气的是玻璃。我还有三个可以补充。好好好，那你需要再烧一下，用四个备用。外面没那么多沙子，没有那么多沙子，空好多钻石哦。神秘商人可以卖玻璃。钻石看到做钻石装了，上面有个是 ，OK， 一个射箭的，两箭有，我把它射下去了。是我的，有你说这座桥吗？对啊，占领别人的桥。哎，右边右边，不知道是玻璃妹。玻璃妹又改名字了吗？又来了又来了，玻璃妹，那个箭矢超烂。玻璃妹就是玻璃妹。哦，脚麻掉了。进去吧，你可以用飞的。玻璃妹来了，玻璃妹。哎杰克杰克杰克，玻璃，喂，臭玻璃。玻璃，公傻，不算玻璃，玻璃是公傻，尊重一下玻璃啊，尊重玻璃哦，老玻璃，哈，我说好玻璃，我说好玻璃，我看成老玻璃，哦，你很坏耶，等一下，保护保护一下上面，上面，右边右边右边，露米露米露米，头上露米头上，头上头上头上，好玻璃。好玻璃，下来，攻杀回，这上面超多人哦。杰克没发光了，他在努力了，没发光了。哎，杰克，我刚捡到八颗绿宝石啊，你要不要先回来拿？还是你挂？没有人相信他。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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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上面哦。我等下给你，我等下拿给你，我等下。上面哦，下来了，你们救命哦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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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人在追我，是不是？救命！天啊！天啊！快点去，顺便造个僵尸！中间水下，中间水下，中间水下，救命啊！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！啊！后面效果，中间水下！哎，彤彤，你要不要进攻啊？还可以下去啊？你要进攻吗？有有有！只有僵尸在帮我，我在想办法到三十的了。你要你要警告，我可以给你警告啊！上洋洋，我想要我想要附弩，所以我要经验值。不用搞了，不用搞了，发光了，发光了，他们应该有了。哎，我需要经验值。追！哇，他好东西哦！血少真的 QQ。好够！可是我在帮你付啊。那个我拿到。不行，你不能拿。不能拿。你不能拿。杰克，快去挖啦！好不能。杰克，快去挖啦！可是我发，哦，好像也没差。你发光不是啦，你去挖青那个啊金矿啦，刚放那个青金石砖的啦。不不不，这里这里给你这个。西瓜，有西瓜，有西瓜，穿上它有生命就可以多多多。哇啊，你你呢？大伙吃西瓜，吃西瓜啊！彤彤，我知道了，我去帮你挖铁，然后你换那个黄金。中间两个哦，没有没有，够了够了，我还好还好，够了。哎，洋洋，洋洋，洋洋，快走，快走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你缺装备，去箱子拿。后面后面后面卢米后面。打来的打来的。我先给你一些，我先给你一些。哦，回来喽。糟了，卖掉牌啦。斧头、镐子，就这些。电脑真神哦。我有盾牌哦，盾牌。我的发光没了，我们的发光没了。哎，杨勇你在哪？嗯，我在。记得蹲蹲。我在繁星的据点。箱子放很多。